台北孔庙投壶比赛，西瓜竟反上围栏。哎，靠着，有个0.5分吧。好，这边框怎么这叫正反？这个就是靠着的。你又来了。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来得靠着的话，其实是有算的。靠着也可以。对。靠行的。对，你还有三支箭。如果你的箭把他的箭打掉了，就没了。没有分数。起来了，他傻眼呢。哎，人家好不容易卡在那里的一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对策？你们自己两个讨论一下啦，看不下去了。我不敢直视他的双眼。你们两个有什么对策？讨论一下。我们的对策就是再跳一次。对，或者是扎扎实实就给他投进一箭，好不？好啊。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渺茫。怎么有一种比赛现在又再开始的感觉？究竟西瓜是否能返回一城？请记得锁定每周六上午11点的《悠悠西游记》。西瓜、草莓学习打气弹，教练竟示范失败。哎呦，这个目标也太大了吧，教练！而且教练，这个距离，我这样认都认得到。然后你们确定打得到、认得到吗？没有信心，没有什么太大信心，我们只是嘴巴厉害而已啦。因为呢，你们的瞄准方式，据我了解，你们都会是斜斜的瞄，然后闭着眼睛去瞄它。对。可是不会啊，我有练习过，在《西游记》我有那个射过弓箭，我知道要直直的吧？对。那是不是这样？但是这样的话，我建议你，你还是打不到，还是打不到啊、哦，还是让教练教一下好了啦。来，简单的，我们玩法很简单。嗯，我们弹弓拿起来之后，气弹会放在这个布里面。对。然后呢，请你们伸手把它拉直。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固定，这个线呢，在眼睛的下方，然后固定起来，然后发射出去，再出去。教练也没用，没有，他是练习而已。你看我们妈妈多快啊！妈妈，下一季的《悠悠西游记》，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主持行列。妈妈，我们保持这股气势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妈妈反应比我们还快，我们想说不要吐槽教练，怕待会太难看。打气弹分组选队员，草莓竟被连连拒绝。那我们现在要选人了，那我跟你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，对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先选，选哪一个？教练，我们平常啊，就是小朋友他们战力如何？其实这些战力都很不错，都不错。都可以、因为我们个子很小，所以我们大家先选一个高的，叫你了。蛤蟆、他没有，等一下，你没有发现他没有很想要。好啦，由不得你一下子打完以后请你吃东西了吧？你不能拿人家用请吃东西这种。来嘛，你想要去他那组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玩啦。他不想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快点。我的战略，快点！标给我吧，我怕他被教练。教练没有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教练直接拖过去了。教练拖走了，我们要选最小的。我们有照顾小的，来，他说我不要。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要跟我们一组？是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很弱啊？可是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喃喃自语说：“我不要。”拜托拜托啦！台北捷运游好好玩，西瓜草莓来推荐。又是又记西瓜草莓来推荐。你一定没有想到，在台北的重要交通枢纽，居然有好吃又好玩的台湾博物馆，一点都不死板呢。喂，一定是我刚跳的奇遇舞。喂，哇，下雨了。第二推，在全台湾呢，唯一可以拿弹弓来射气弹的地方，超级刺激，大推荐哦。你小心，不要打我的高中。哇！你不要！你为什么倒地了？我还没中哎！我不要。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”在孔庙里面居然有最刺激的投壶比赛，华丽般的投壶姿。
丫鬟社。最后一推，在我们的芝山文化生态绿园当中，不只有聪明鸟叫，还有老鹰可以看哦。所以台北捷运趴趴 Go， 通通都在《悠悠西游记》。看喽！想更了解《悠悠西游记》，请锁定悠悠 TV YouTube 频道及每周六上午11点的《悠悠西游记》，带你好吃又好玩。